这支影片将说明为什么球道攻略提示不能用或看不到，以及障碍排除的方法。一、手表在比赛模式或大致模式下，比赛模式或大致模式下无法使用。想使用球道攻略提示前，请先关闭这两个模式。二、手表计分跟球杆提示功能未打开。手表的计分跟球杆提示如果没有打开，手表就无法记录杆子的表现，也就无法进行球道攻略提示。三、手表不足五场球局资讯。新手表需至少记录五场球局资讯，才可以进行球杆推荐。或是过去曾经使用 Garmin 的手表，并在积分卡的部分有确实做好球杆表现统计资料，并储存在 Garmin Golf App 中的账号。在手表与手机同步之后，手机就会自动将过去的球杆表现汇入手表之中，球道攻略提示功能就可以正常进行。四、手表没有收到 GPS 讯号。手表需要收到 GPS 才可以显示此功能。球道攻略提示在您每移动5公尺就会自动更新资料，所以请务必确保 GPS 连线正常。五、人不在手表显示的球道上。如果人不是在手表显示的球道上的话，球道攻略提示功能也无法正常显示。六、人在果岭上。如果人在果岭上，球道攻略提示功能也无法正常显示，因为这个时候也不需要特别球杆推荐。七、在手表地图上没有看到杆地图示。在手表上没有看到杆地图示，可能是因为球道攻略提示功能被设定为手动。需在手表球道地图页面时点选右上方的按键，并选择询问球童后才会看到推荐的球杆。或者你也可以将球道攻略提示功能设定为自动，之后就会自动显示在球道下方地图。八、手表与手机未配对。建议在使用球道攻略提示功能时，手表与手机配对，这样手表才可以取得最新的球杆资讯更新。若没将手表和手机配对，球道攻略提示功能如有足够的球杆资讯之后能可运作，但就无法计算风速资讯对球杆所造成的影响，并做进一步的推荐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球道攻略提示功能障碍排除教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更愉快的享受高尔夫。谢谢您的收看。